阿宏，你们家的客厅真是美观又舒适啊！哎，墙上这幅瓢虫的画好特别，好漂亮啊！啊，你说这个吗？这个是上次我和孩子们一起到缎带王所制作的缎带瓢虫贴画，我把它装饰在客厅，为家里增添一份色彩和童趣。这真是一款充满创意的手工艺品啊，结合可爱的瓢虫设计与缎带贴画的独特艺术风格。是啊，而且它的做法很简单，只要根据说明书上面的步骤，很快就可以完成独一无二的瓢虫贴画了。太好了，这真是一项培养亲子感情的好活动，我这星期天也带小孩一起去缎带王制作缎带瓢虫贴画。好主意。